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人在新加坡的金华酒店。哦，这金华酒店内面哦，咱都要先顾洗料呢。今麦介绍咱的周边的一个房间里面的一个状况，大家看一下。咱的暗时啊，巴肚枵哦，要泡面的话，遮有热水器哦，啊这咖啡的哦，遮很贵哦，拢有一包茶包，拢会当家爱啉啥就去用啥。哦，搁咱的雀巢咖啡。哦，这咱的冰箱。哦，来，小姐了哈，咱的高级的一个我们金华酒店的一个场所，因为这浴袍，这浴袍会穿一张吧？咱若要去楼顶，57楼，57楼，你伫遐露天游泳的时阵，咱穿这個。哦，我去夜间暗时啊去点火的时阵，哦，会当用。重点是这哦，你看，保险柜。哦，你要摕贵重的物件嘛，会使摕。啊，我拄则去想讲要来吹一下头毛的，嘿，才发觉着，咱的浴室内面竟然无吹风机啊！经过咱的侦探陆大为大家来搜寻之后，我觉着这什么物件是啥物？看下，这物件叫做吹风机。好，那带来试看卖好用无？以上是我们在新加坡的特别报道。